大家好，我是玉宝。那今天我们又回来到挑战系列啦。那上次我们完成两倍慢的速度，这次我们换成挑战。他会指定你去打一个人，你把他打死，把他灭掉，他会重新再给你一个人。如果你不按照规矩呢，他就不让你挖床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看看我们可不可以成功执行这个任务。好的，我们的第一场，我们要针对的对手是粉队，就在我旁边。好，那我们就照之前的一样打，只是我们换成这次有特殊要进攻的粉队。叠屏敲到中间，而且掉了。好，把他打死，我们就有新的目标了。给挖掉，我们躲在这后面，他没发现我，直接在这后面偷袭，成功灭掉，成功灭掉。OK， 所以他你灭掉之后，他会重新给你一个目标，就像是刚刚这样子，所以现在就是去灭掉蓝队。那我先拿一些钻石回家，再去灭蓝队吧。哦，蓝队挖掉红队的床了。好，蓝队的床坏了，已经被拆掉了，所以我们剩下的任务就是把蓝队杀掉。黄队想来，哦，先发给吃了。哦哟，哎，差一点。好，那黄队在那边，灰队在干嘛？他应该不会跟我换床吧？应该没可能，不可能吧？对，看看。哎呦！被他打死，走啊！好了，就是先杀黄队啊！黄队在那边，快点杀掉他之后，我的新目标应该就是绿队了吧？应该。不要跑，黄队！不要跑！对，就是不要跑。OK， 好，对对对，我们接下来是去打的是绿队，现在蛮顺利的。好，绿队现在要干嘛？哦，他掉进虚空，跟我现在一样哈、哦。好，没关系，炸了好了。还是要直接去绿队啊？我直接去绿队好了。Nigga, what the fuck？ 为什么我掉了？这次不会再掉了，绿队。哦，绿队原来是去打灰队哦。绿队人在哪？好，转身打七猪猪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这灰队就是最后一队了。好，直接去参加吧。哦，灰队没看到我，我可以拆掉他，这样可以。他拿走钻石，他是不是要去中间了？好像是。
我去追他。他去清队那方向，对，他去清队，希望他速度不要那么快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OK， 我应该可以解决他，可以的。可恶，他换钻装，糟糕糟糕糟糕。No， 不行。好，他又跑了。Why are you running？ 他要追他，他应该没有火球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成功！我们成功把火腿灭掉了。那我们同时也成功我们的挑战喽。好，那最后就是心得的部分。我觉得这个挑战的话没有那么难嘛，就是再给你个目标去打，除非是那个目标在你正对面，不然。在你旁边就很好打，就跟一般闯战差不多。所以我们之后可以挑战接下来的挑战，就是继续我们的挑战。好的，那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继续挑战，拜拜。